哦，那是骨头断掉。好，那骨头断多久了？大概2个月。断，那还在痛吗？对。你把它拆开好不好？2个月不要包了，那给人家感觉好像伤得很重。1个月骨头差不多就愈合了，那之后还会痛，跟骨头无关。之前我们的课都已经讲，对不对？有听过的举手，我看一下骨头的部分有听过。对，骨头会不会痛？不会哈、哦，我怎么论，然后各种论点都提出来，所以我确定骨头是不会痛。那他包这样做啥？保护骨头吗？没有意义。骨头既然不痛，他在保护骨头做什么？那这个他2个月还会痛，一定是属什么？筋伤，不用怀疑。那你衣服脱掉，因为他真正病的应该不是在这里。你现在痛哪里？你先看看，现在这样痛不痛？会哦，好，那来，你站这一边，我站这一边，那能叉腰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还可以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这里痛不痛？哎，还可以。好，那这里呢？啊，这里就痛了哈。这里呢？也是很痛哈。这里呢？这里超痛的哈。这里呢？这里啊、哦，你伤在这里，结果包那里，是吧、啊？这里痛不痛？啊，这里还好，好，那就是这里最痛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里解决。这样已经揉好了，快不快？快啊！这个1分钟内没有做好，我也觉得对不起各位。好，这样，来，你再学长看看。哎，怎么样？很松了哈、哦。对啊，你病不在这里，那干嘛包这里包得那么好看，让人家以为伤得很重。好，不要再动。你一直在转，他这个筋怎么样？又会跟回来。那不会不会，不要再戴了。